人间苦空无常，愿世人不分你我，秉烛安然脱迷，终西寻道。大家好啊，欢迎大家收睇我哋《心智致富》嘅第十二集嘅。咁今集咧，我想同大家讲一个一首诗篇嘅。咁虽然你会觉得，咦，阿 Kim 诗篇唔系喺好书推介或者知书识礼嗰度，即系讲咩？点解要摆落呢一个 chat 里边讲呢一个 section 里边咧？但系原因咧就其实好简单嘅，因为咧呢个系好多时我可以话八合。呢一首詩篇咧就唔係唔同普通嘅詩篇，呢一首詩篇咧其實咧佢係有啲不管因為以前阿 Kim 以前睇咗風水嗰陣時咧，其實或者算開命嗰陣時咧，有好多我啲客仔都係基督教徒 ，OK 或者天主教徒嚇，咁你可以問點解佢哋都會嚟睇風水，或者點解佢哋都會去算命？咁但係當然啦，阿 Kim 就唔會用坊間，即係我唔係道教，咁我又唔識畫符啦嚇。咁如果你話要畫符嘅，其實喺一啲即係其實我覺得有啲嘢係點講咧？嗱，如果你純粹話要好似道教咁要畫符嘅話，喂，打開本通勝啊，厚嗰啲嘢嚇 ，OK， 厚嗰啲嘢，其實後邊咧有好多咩五雷符啊、乜乜符啊、嗰啲驅鬼啊、乜嘢符啦，就算一本咁薄切切嗰啲，我呢啲講緊係。幾廿蚊本啫嚇，咁嗱呢啲都睇得好清楚，呢啲上面都有好多符噶。其實你 photocopy 咪得咯，或者你話跟住個咒嚟念。咁但係當然啦，佢哋會講到一樣嘢就係話嗰個係祖師爺嘅，或者要請啊祖師爺上身或者點樣樣。咁 anyway 啦，呢啲係其他行即係其他家派做嘅嘢啦，我就唔想評論啦。OK， 咁呢一首詩篇咧，其實係來自呢個聖經嘅，但係唔好一聽到聖經就講開，又講耶穌啦咁。嗱，呢篇聖經咧，呢篇詩篇咧，其實咧，你當佢詩咁欣賞啦，同埋咧，佢個 function 咧，佢個功用係好大嘅。嗱，佢嘅功用咧，係不單止咧係為生人、死人，甚至乎當你好迷茫嗰陣時都用得著嘅。咁尤其是最適合就係嗰啲無論佢基督徒洗咗禮基督徒，或者未洗禮基督徒，或者天主教徒，或者係其他嘢，總之佢係唔想搞咁多嘢，唔想擺好多嘢，又唔想帶住一抽二抽咁樣樣，又或者係真係唔想又裝香啊，又點乜嘢，又要擺啲偶像啊，或者擺啲神一啲佛像啊咁嘅嘢咧。咁我覺得呢篇嘢非常之好，係洗滌心靈嘅一樣非常之好嘅嘢嘅，所以我一定要將呢一首詩就同大家分享送俾大家嘅。咁呢首詩咧，呢首我哋叫詩篇啦。咁呢首詩篇咧，其實係乜嘢人都啱用嘅嚇。我唔理你咩宗教都好啦。OK， 咁可能開頭咧，你會覺得係好似，尤其是如果你無神論者，有時如果你愛嚟當係一首詩，我哋念都唔差嘅。咁我就發現就好多時人哋喺因為阿 Kim 亦都係做殯儀啦。咁好多時咧喺一個安息聚會裏面啦，咁好多時好多人都會引用呢一首詩，呢首詩篇嘅嚇。咁不如大家，我而家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呢首詩篇啦嚇嘅內容啦，睇下大家覺得點樣樣嘅。呢首詩篇咧就係詩篇二十三嘅。咁二十三咧，其實佢有好多隱藏嘅意義喺裏邊嘅嚇。咁我就唔賣關子啦，直接講啦。第一句咧就係耶和華是我的牧者。咁我就好似一隻牧羊咁啦，一隻羊仔咁啊，靠住耶和華帶住啦。咁耶和華係啲乜咧？就係呢個係一個 Trinity， 係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嘅。OK， 咁佢哋三合一體，每一樣嘢都一樣平等咁大，係三樣嘢結合為一體嘅嘢。OK， 咁好啦，我必不致缺乏，因為有我的牧者在这里，所以我就不会缺乏了。无论我在精神上、健康上、金钱上或者各方面，我都不需要担心，因为我有他的带领，我有他的安排。Okay？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。那些人一听都说他使我，或者使我啦，有两个发音啦。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呢，有很多人呢，譬如说一些入土葬的就觉得摆落个土地里面啦。咁其實對於山人嚟講咧，擺喺青草地上咧係一種 release 嘅，因為
你大家可以想想，如果他在一個天堂裏面，人類自有這個宇宙萬物創造者，創造了天地萬物，然後在一個這個青草地上，就可以睡在那裡，多麼舒服，有陽光照耀著，OK？ 然後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，因為大家知道一件事，水是生命之源，這個呢亦都會被人感覺到呢，就是說呢即除了你說壯的人都需要心靈上的一個有河邊，雖然創世紀裏面就說到時就不需要水這件事，但是呢其實 有個青草地旁邊有水，對於一些牧羊、一些羊來說是絕對是一樣好，因為它有需要陽光，它需要有草原去吃個食物，OK？ 又有水，就什麼都齊了，就是很富足的一件事。好了，他使我到青草地上領我到可安歇的水邊，OK？ 那你躺卧在青草地上咁啊，喺个水边隔篱休息啦，因为有水啊嘛。OK， 他使我的灵魂更新，灵魂更新。其实我哋好多时候，我哋嘅灵魂究竟更新咗未咧 ？OK， 我哋可能我哋嘅灵魂可能都系喺被蒙蔽，或者好多时候我哋都有好多 worries。咁但系喺当我哋更新嗰阵时候，我哋突然间灵悟，就好似即係如果用佛教的角度啦，即係我相信有些人是相信第二種宗教的，咁啊突然間好像開竅咗咁，你突然間會叮一聲，你就悟通咗啲嘢啦，咁樣樣嘅。咁好啦，他使我在青草地躺卧在青草地上啦，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，使我的靈魂更醒，為自己的名引我走義路。嗱，呢個義路咧係走係一啲神喜悅嘅路，就係、是、一啲好簡單，嗰個義路咧就係一個道路，係我哋應該去行嘅道路，而唔係一個道路就係話我哋會行咗係覺得心裏邊唔舒服嘅。例如話係我哋做一啲嘢，神叫我哋所賺嘅錢就唔係不勞而獲嘅。當然我哋可以投資，但投資你都要花啲時間去 study 啦嚇，又神會叫我哋賭博啦嚇，即係如果你話，是咁要玩一下冇問題 ，OK？ 咁但係冇人叫你做一個賭徒為職業㗎 ，OK？ 咁又或者係佢要我哋去付出一啲嘢去幫助人，或者做一啲嘢，社會上裏邊叫萬物互相效應係一個 cycle。咁然後咧，我哋就可以去咁樣樣去得到我哋應得嘅報酬，就好似耶穌或者古代或者中國的農村社會都是的，我們要付出耕耘啊、收割啊，這樣即是代表今天的工作，我們要有我們每一天的工作，不管你是打工的或者你是自己即是自己經營一盤生意都好，那你都要付出你的努力，你的努力、你的思考能力、你的判斷力、你的 judgment， 你要做很多很多事你才可以得到你的預期的回報的 OK， 那就去行一些義路，就不是去偷下拐騙啊，或者是打家劫舍啊，咁樣嘅意思。我雖然走過死暗的幽谷，嗱死暗的幽谷啊，咁你亦都可以嗱，如果喺一個葬禮裏邊咧，我哋即係一個即係安息聚會裏邊咧，我哋就會再係話係一個陰間裏邊，咁就有個耶和華嘅即係佢個肝同埋佢個像同埋肝咧，帶領我哋走嘅。咁但係咧如果係一個新壞的人咧，即係我仲在身的人嚟講咧，咁就我哋人生裏邊的確好多時候都會喺一個死人嘅幽谷裏邊。不管你係選擇係升學啦，嗱你嘅幽谷就係話啊，究竟嗰間學校收唔收你咧嚇？咁而家臨近暑假啦，你入唔入到你心儀嘅學校咧？咁或者你應該選擇讀邊一科咧？又或者你工作而家你仲係咪適合轉工咧？你可唔可以喺你而家崗位裏邊繼續努力去繼續去工作，定是你需要轉過另一份工作？究竟哪一行適合你？究竟你要找一份是人工高的工、報酬工的工，但很辛苦、壓力很大，定是你要還是需要一份很輕的，即是俗一點說，但是在你經濟上方面，你可以願意 sacrifice， 可以願意降低一點的要求。這些都是人生生命裏面一些死人的幽谷，又或者現在正在有些人家裏面有人有病的，他還是很忙碌地照顧著自己的家人或者朋友，那他都是為他們默默地在背後
送上個祝福，或者去一啲禱告，或者係即係有一啲好嘅祝福咁。咁呢個就係我雖然走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絕對唔驚，因為背後有神與我哋同在。咁呢個神大家都可以諗下啦，即係我唔阿 Kim 就唔喺呢度宣揚教啦，咁所以咧你就用翻你自己宗派咁嘅 ，OK？ 咁就因為你與我同在，嗱呢個講得好乜嘢嘅？神其實一路都係與我哋同在，由我哋一出世喺母體裏邊，佢已經同我哋係埋一齊嘅啦，一路咁。咁但係當然啦，有啲人會早啲俾佢接走咗，有啲人會遲啲，因為佢哋嘅工作未完成，佢哋嘅任務未完成，仲要繼續喺度捱女仔。OK， 咁好啦，咁因為你與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嗱，你的杖就係拐杖啦，我行唔喐啦，我有支杖喺度支撐下，喺支扶下，托住下。咁你的竿，咁好啦，你的竿就通常喺前面啦，又可以咁一路引領住我哋去行前嗰啲路嘅。都在安慰着我，就算縱使我哋行過人心裏邊死暗嘅幽谷，行嚟行去都行唔出呢條門路。記得光明永遠都喺度嘅，只要你哋肯願意行出第一步嘅話，如果唔係就唔會有咁多機構搞，譬如話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啊，搞好多機構去不停咁去幫助好多人士嘅。咁每一個死結，每一個我哋所謂嘅死結，其實都有佢解結嘅。一日嘅，亦都可以解下你嘅心結嘅。咁都有佢嘅杖啦，同埋佢竿去安慰我。咁其實我哋身邊的確確係有好多人喺度默默地支持我哋嘅，同埋甚至乎，即使你感覺唔到嘅，或者你話我乜嘢朋友都冇㗎，或者咩都冇，其實神都喺度一路咁默默咁去陪伴住我哋。咁好啦，咁我哋又可以諗到一樣嘢啦。我哋再睇另一度啦，就係話。在我的敵人面前，你為我擺設筵席。我們在工作上，我們會覺得有一些是敵人，但那些不是真正的敵人呢，其實在商場上，其實根本上是沒有真正的敵人，真正的敵人只是利益。我告訴你，在商場上是沒有任何敵人，沒有永遠的敵人的、OK？ 大家看到國際政治、你都發覺現在在做很多小動作、怎麼好呢，這裡就是在我的敵人面前，他偏偏為我們擺設筵席，偏偏在這裡安慰，為我們做了很多事情，還可以獎賞我們的，擺設筵席的，你想想一件事情，OK？ 那就，即是，說得難聽一點，用我們現在，如果，很多人未看通看透的，就覺得，啊，一定激到的敵人紮紮跳了，OK？ 你用油膏了我的頭，用油膏了我的頭呢，對於如果是死者的話，用油膏了的頭呢，就是有福啦， OK， 用油啦。但是對於仍然在世的人來說，用油膏了你的頭呢，膏了我們的頭呢，這個也是一種福利的，就使呢，使我的福杯滿入的，每一個人就，即其實簡單來說，就是我們的福呢，就一路哇多到呢，直接杯滿瀉為止。最後那兩句就是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追隨著我，因為我們有神與我們同在。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，這個永遠是永生，無窮無盡的。那不管你是教徒也好，非教徒也好，那我希望這一首詩呢，是當你在人生交叉位啊，十字路口啊，人心嘅死人嘅幽谷里边啦，或者当你觉得系穷途末路，或者当你遇到一啲挫折嗰阵时，呢一首诗系可以帮到你嘅。咁呢首诗唔难揾嘅，你打开圣经又好，就算你冇圣经都好，我相信你即使 click 上网上面都会好容易揾到呢页收嘅。咁同埋咧，仲有Bach 咧，亦都作咗一首诗嘅。咁作咗首即系一首音乐，嗰首音乐咧其实就专系为呢首詩篇的23篇而作的。咁我不如再讀一次啊。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領我到可安歇的水邊。他使我的靈魂更新，為我自己的名引我走義路。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害怕遭害，因為有你與我同在。
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典，必有因为慈爱追随我。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看回你是诗篇23篇的，今集多谢各位，拜拜。